好，我们看第六题。第六题说，现在有个物体哈，质量2公斤呐，然后它的位置哈，随时间做这样的改变。那他问哈，问说0秒哈到那个2秒，哦，外力对物体做的功是多少？哦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会等于它的动能变化。好，那就是等于1/2哈 m，v 平方的变化，哦，就是2秒的动能减掉呢0秒的动能，哦，1/2 m v 平方。好，那我就把它的速度算出来，哦，这速度 v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s 分量是2/3 t 平方的 ，y 分量是2。所以哈，这个2秒的速度哈，这是4嘛，好，约掉2，2×3=6，2。啊 ，v 零呢？等于多少？带0，0×2。好，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嘛？这就等于1/2 m，m×2。它乘以 v 六平方 ，v 六平方就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。哦，6的平方加2的平方，它，啊，扣掉呢 ，v 零平方 ，v 零来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，这0嘛，所以剩下这个2的平方，这是消掉，所以答案等于多少呢？答案等于36。所以最初2秒做功呢，等于36焦，36焦。